哎，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Phoenix 继续为大家生化危机一代的游戏狂视频。哎，上一期呢，我也是，哎，算是跑了很多的地方，我感觉真的是跑了很多的地方。可以看这个下边，可以说是地下吧，我们这边 Resident 的地下已经是应该是都跑过了，但是由于我们 Chris 物品栏真的是非常的紧张，所以说也是没有很多东西没有拿。这样呢，我们这期首先我想做个试验，就是混合草药，绿草药可以看，混合两个的话是这个样子，我想看一下混合三个的话，哇，好大呀！哎，我只想看一下混合这个草药是有什么样子，好像混合三个的这个体价比我们混合就三个绿草药的体价，貌似是比混合三个就是三种颜色草药体积好像还要大一些啊。我是不太清楚，这是因为颜色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大，还是说它就是大一些，不太清楚。可能是因为绿草药它就是一个绿草药的体积，可能是比红草药或者是蓝草药大一些吧，所以说是这么一个结果，不太清楚啊。另外，我觉得好像一代的草药，绿草药混就是研磨出来，好像并没有那么绿。哎，这只是一些题外话。这样，这一期我们可以看，我是拿上了散弹枪，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基本上我觉得要先走一趟，就是再重新，很多物品没有拿嘛，我想再重新拿一下。考虑到，哎，途中好像是有借，我记得好像是有两个散弹枪弹药吧，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拿手枪了，直接拿散弹枪嘛。假如说遇见一些突发情况的话，正好是拿散弹枪打，因为我们这把散弹枪也是又捡到了一把新的散弹枪，我们这把散弹枪我估计是没有用了。所以说，我是想把这把散弹枪子弹呢，先去打光，打光之后就不去上当了，直接再去把使用那把新的散弹枪。我不太清楚这新的散弹枪它的，哎，怎么说呢？它的就是，哎，好像是开错门了。哎，新的散弹枪它的攻击力如何啊？但是弹容量肯定是要大很多。所以说我猜测应该是这把新的散弹枪会更加的好用一些。这样，我们先用这把旧的。我印象中啊，好像是没有，印象中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杀的敌人啊，只有一两只鲨鱼。这鲨鱼呢，也是没有水了，就在地上瞎扑腾。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浪费弹药在它身上。像这边应该是一个左轮手枪子弹，你调查一下啊，这是它会写口径吗？好像是357口径的，天哪，好大呀！可能还不是2.22口径啊，看来这两把枪的子弹还是不能通用。我指的是我们普通的麦格农手枪跟那把什么自动防，哎，自我防御枪吧，好像叫。哎，我想捡散弹枪弹药的。哎，看一下地图，好像已经是物品都已经捡完了，变成了绿色。这边应该是只剩下一把钥匙吧，没有记错的话。让你先扑通一下，然后我们再过。我也是怕不等他，我们直接强行过的话，正好是扑通那一下扑到我们身上。哎，好像这个叫什么鲨鱼妈妈海王星直译的，我是，好像它消失了，不太清楚是为什么。这样看一下地图，这边好像也绿掉了。哎。我是不想做试验啊，直接跑过去的话，它会不会咬我们？这好像是已经捡完了，现在打我们得到这个 key 啊，不是就是钥匙啊，它好像是 gallery 吧，我没有看错的话，可以看，这应该就是我们之前唯一那个没法开开的门，应该就是这把了。
另外呢，我们要是看一下 B，为什么 B 应该是没有错啊？之前上面都是水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是好像是我看样子应该好像是有这个，好像就是有植物吧，好像一堆触手什么的。当时因为是有水，我是没敢进去。这回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嘛？我猜测可能会没有什么东西啊，因为毕竟这个植物还在那里。但我只是很好奇，因为毕竟当时是有水嘛，现在的水已经没掉了，所以说我想再看一看，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我们再去那个房间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之类的？应该是这么走，没有错。当时也说这个植物的报告，说是植物是通过，当时说这个植物啊，它是通过，我天呐，通过这个水，就等于是我们这个水环中的，通过水环中的一个，好像是水里边有些化学物质，它是吸收这些化学物质，所以是导致疯长。现在这个水已经是消失了。但是貌似呢，它这个植物好像是还在那里，好像是绕了一大圈啊。那边有只鲨鱼，我们还是不过去了。哎，只是好奇，再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呢？好像没有啊。这扇门我们现在应该是回不去的。可以回去，但是由于当时呢，我们架的这个桥已经是消失了，所以说没有什么用。哎，但是那边我记得好像是有草药吧？哎，果然有啊，还好来了一下。这边应该是过不去了。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一趟走完，应该是把所有能收集的东西应该都已经收集全了吧？看一下地图，可以看都绿了啊，这样应该是都收集全了。这样现在剩下的就是原路返回了。我估计我可能会做一下后期加速吧，应该是因为期间没有什么好注意的事。这样我们一会儿见。哎，大家好，欢迎回来。这样我也是，哎，经过了漫长的旅行啊，也是又回到了可以说这边的住所，也是用了我们的 gallery 钥匙，而且说好像也是用了一次就可以丢掉了。我也是比较好奇，里边好像是有一些门，还是可能是红色的门啊。我们看一下，可以看有三扇门，哇，怎么这些门都是红色的？难道说我们还要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些钥匙什么的吗？这什么东西？好像是一个杀虫剂。哇，这。好吧，好像这里面有个蜂巢啊！天哪！哎，这样我们赶紧跑。另外，我有没有我看错了吗？好像那个人的这样杀虫剂，我们手枪子弹呢？赶紧捡一下。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之前有个洞吧？那个洞的话，我们是直接用了这个
杀虫剂的话，是不是就？哎，我只是先迂回一下，因为可以看这些蜜蜂，它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吧？先检查一下啊，就是一个杀虫喷雾剂啊。好像都死掉了，但是我们这边的杀虫好像三只蜜蜂还没有死掉，无所谓了。他们在这个过道啊，只要我们一直保持移动的话，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杀不死我们的，不是杀不死我们，是啊，就是抓不到我们。哎，这样还好，还好之前算是可以说算是手贱嘛，调查了一下那边那个洞啊，所以是知道了那边是有一个蜂巢。要是不知道的话，我还想不起来这个杀虫剂究竟是用在哪里。另外，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的脸啊，好像已经被叮得肿了起来。天哪！啊，又有钥匙啊！我知道有很多的红色草药，但是我现在也是捡不起来。可以看我们的物品栏，也是非常的紧张。前面应该是，这我猜测应该是不是003的钥匙？果然是啊。这样，我们先去把这个钥匙用掉。比较有意思啊，这发现这座房间里的钥匙都是好像都是一次性的，用完了就没法再用了。这样把这两个草药混合一下吧。像还是没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啊，其他两个门都是锁着的。我是比较好奇，究竟是，好像是密码锁啊，这个我估计我就不瞎用了，我也是怕瞎使，结果触发一些机关什么的，这个就不好了。那这个门呢，好像是从另外一边被挡住了。这样还剩一格，我估计我就不捡那个红色草药了，因为我猜测可能一会儿会得到一些任务道具什么的，从而是我是不想到时候拿不起来啊。这什么东西？哇，居然有存档！哇，好像那边是一个镜子啊！大家看那边是。这个镜子，我一举枪好像是我们的枪口是窜了出来。这样，这好像里边是有一个有打字机，那什么声音？哇，这是什么东西？好像都是一些扑棱蛾子。哎，好像我看见了，有点不太，看一下这个书，是有机化学实验室实验。哎，这样是又提供了一个
更加有用的信息啊，也是提到了我们的 T 病毒。植物就是提到了一个化学物质啊，是 UMB 吧，UMB 或者说是20，总之是对，可能是对我们这个42号植物，我猜想，哎，是说是可以在5秒内合成一个，哎，就是这一个 V-joint 这么一个东西啊，等于是要是合成好的话，说是5秒钟把这玩意儿撒到植物的根上，它应该就直接死掉了。但是这个东西也算是比较危险，相当于是一个有毒气体吧，我觉得。哎，下面是给了它的，相当于是配方，应该是，发现好多配方，只是想不起来了。我们二代中的是怎么对付这个植物的，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不过一代我猜，之前猜想，总之是说是要去，我猜想可能也是要对这个，也是要打这个植物啊。但是现在可能是，哎，并不是我们。用武器打，估计可能就是用那些化学物品，直接是给他杀死了。这样，哦，好像大家看那个书名啊，是《染血的绷带》吗？可以说是。这样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已经明白了吧？就是相当于是我们需要去，这个门还没有开开啊，看一下这个门里边。应该是我们要去把之前获得的那本书，当时也是一直好久没有用啊。有人吗？好像没有啊，只剩下一个脏水了。这样我们接着拔吧。看里面好像是有一个闪光的东西啊。一个匕首，好吧，还有吗？没有了。哎，这样我们匕首又回了，还是先装备上匕首吧。感觉上匕首，哎，不小心被一些小怪抓住的话，匕首还是比较适合用的。像这个地点啊，好像是没有其他可以拿了，只剩下一个存档的东西，我们现在也就随便给它拿了吧。哎，在哪里？哎，我估计是之前有一本书啊，我们把那本书再放回去的话，应该是会又触发一个机关，从而是推进我们游戏剧情。但是现在我们先回去，怎么回去呢？好像是直着走。没有，是看那边有个红色草药，这样我们先回去整理一下物品栏，然后等再回来的时候呢，带上那本书。哎，这些蜜蜂好像都死掉了，或者是消失了。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带上那本红色的，哎，这个绷带的书，然后再带上一个绿草药，正好能把那个红色草药也是混合一下。另外，这个地方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每次都是，都要被他抓一下，还有血是绿色的。左轮手枪子弹，这本书带上，手枪子弹暂时我就先不带了吧，带上一本绿草药。存档也是先放回去。不好意思啊，老忘记我的鼠标。应该是这么走吧。哎，应该是这里吧？应该是这里啊。
另外，我是又想起了一点细节啊，这个密码器。哇，这有一点太炫酷了。粉色、绿色跟橙色，我在想会不会跟我们之前拿到的这个实验室最后的这个报告有关系啊？我们有橙色，有绿色，有红色。那就是三、七、十。这是粉色啊，三、七，但是这里没有十啊，应该是不太对啊。这样，我们把书插过去，应该就好像说是这个书有一定的顺序啊。我这是，我大概已经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了，但是我先不说，好像是这个样子吧。哎，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还有门，天哪！好像是，这也是一个死胡同啊，不太清楚这是哪。哇，这是什么？好吧，好吧，我又闯祸了。是没有办法，我发现《生化危机》，我的现在是又想起来。哎，这些游戏每次开荒的时候，都是由于不清楚即将会发生 BOSS 战，所以说每次都，很尴尬。还有这次我们的武器啊，起码是拿着一把散弹枪，但是好像只带了一个绿色草药，红色草药单位是忘了，应该是门口这里啊，这里应该是有一个红色草药，到时候捡起来了。这样，这个房间，我们看旁边好像是一个楼梯啊。好像是一个二楼的结构，可以上楼，然后这边还可以下去，不太清楚。我们先打游击吧，或者说是完全不打，就是，哇，他还会喷毒，这个不好。哇，哇，我不太清楚，一直跑的话，他这个植物打不到我们。这是哪里？我们又回来了吗？好像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天哪！哎，哎，怎么 Chris 不动了？Danger！这样我觉得就是打游击吧。不能停下来啊！哎，打一枪就跑，不好。我可以看他的那个触手，又是在前边。
到这里。什么情况？还有子弹吗？没有子弹了。好像他是要，你可以看啊，之前也是，好好，我是研究了这个他的所谓的一个什么报告啊，说这个他的算是有一个花瓣嘛，可以看他哎，现在算是他的花瓣算是哎开开了，可以说是，所以说我现在要趁机，哇天哪，哇这，我觉得我们危险了。好选，我觉得我是想不起来任何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只能是这样绕着圈打游击。还有我们武器是散弹枪，但是我也是不太清楚，我们离这怪也是比较远。天哪，这又关上了。还有 Chris 血比较多，但是我也是非常担心，也是，哎，又进入了 caution， 我觉得我很有可能是直接跪掉啊。又关上了。哎，这怎么弄？我好像。好像是死掉了，获得了成就，好好有意思的名字，应该是死掉了吧？那写的就是击败植物42，用 Chris， 天哪，好危险啊！还剩四发子弹。这么大的花瓣，哎，哇，好像又获得了我们之前的那个建筑物的里边的这个，这应该还剩一个什么钥匙？头盔钥匙吗？果然。这样我们是在回去，好吧？门是，哎呀，好，旁边有个门啊。哎。Oh, you scared me. You okay? Yeah, it's dead. But Richard.He's gone. I'm sorry. It's my fault. I should have watched out for him. I found a pharmaceutical room. I think I can come up with something useful. I'll be there. I'm glad you're still okay.哎，这样，Richard 反正是死掉了 ，Chris 也是好像有点自责之类的。不过我并不是特别的关心，哎，我是关心我们把这个 Boss 击败了。
像这个房间之前啊，我们的不是 Richard， 是我们的 Rebecca， 她说她是发现了一个类似于就是药物的房间啊，好多的。说我们说是我们并不太懂化学啊，所以说没有，我们没有必要去拿这些，就是没有去拿这些这个瓶子的必要。想跟 Rebecca 说点话。This room is equipped with all sorts of medical supplies. Want me to treat your wounds? 哎，这回我们正好已经是比较残血了，让你帮我们包扎一下。Yeah, would you?Be strong, Rebecca. Take care, Chris.哎，好吧，好像 Rebecca 也是对，好像我觉得吧，应该是对 Richard 可能是挺伤心的，他也是。这样，这个房间究竟是，好像就是一个，已经是探索完了，可能以后我们要加血，就回来要找去这个房间去找 Rebecca。门口的这个，他的怎么说呢？密码器啊，现在也是用不了了。是不太明白，是因为我们剧情没有触发嘛，所以说导致是不太清楚啊。可能是因为，毕竟我开荒，我可能也是 miss 了什么东西。现在想刚开始的这个是哪里？好像是这里啊，这个地方有个桌球，然后还有三盏灯。这个地点我也是没有太搞懂，为什么可以去把那些灯什么的点燃什么的。所以说可能是我 miss 这些东西，所以导致我们的 Chris 没有在 boss 战之前去进入这个房间。刚才那房间可以看也都是一些化学物品什么的。我们也是获得了一个笔记啊，说是如何如何能把什么情况 Wesker Chris you're alive my words exactly where's Jill thought you were with her yeah I knowI see. Anyway, we better find a way out of here before we turn into zombie food. Got any suggestions, Wesker? We should get a better grip on the situation. There must be areas still to be explored in that other mansion. Chris, I want you to check them out one more time. I'll continue my investigation here. Sure thing. Hey, 好吧，我依然是非常喜欢 Wesker 他的，这什么东西？哇，大家看地上好像很如重的，应该是 Wesker 枪法好像很准啊，直接是把蜜蜂都给射下来了。哎，我踩，这只怎么踩不了呢？哎，好像也踩掉了。Wesker 我不太清楚他的口音是有点，我听了感觉有点像英国式的嘛，但并不是一个完全英式的口音啊。总之，比较我是挺喜欢听他的这个口音的。但 Wesker 的枪法真的是。哎，这回是植物应该是杀死了，这回我们是不用怕了。哎，戴着墨镜，在这么黑的情况下，直接用手枪把蜜蜂射下来。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对话也是 Wesker 也是建议我嘛，他说他是虽然是跟 Jill 已经是被分开了，但是他也是建议我们再回去。也回去探索这个我们的这个主建筑，可以说也是获得了头盔钥匙吧。这些门应该都是用头盔钥匙来打开的。我们也是把这些相应的门，打开一下，等于是继续我们探索。不过这期呢，我看时间也是很久了，我估计就到这了，也是相当喜欢。这样呢，我们下期见。